所有 UDNTV 的同仁们都非常用心的在筹备2300夜线新鲜事。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，就是希望能够在大家的面前能够呈现出最好的一面。其实说现在要播出前的心情不会紧张，反而是很期待，期待可以跟大家见面。所以呢，4月3号开播的2300夜线新鲜事要记得锁定哦。